加嘞，加这。各位乡亲，各位同志，大家晚安，大家好。我的名叫做吉瓦亚武苏，啊，看我有生迄个高砂族无？有。哇，感谢主吼！我伫高砂三十几年啦吼。啊，我是河洛人啦，吼，啊，即马是属地高砂族啦，哈哈哈哈哈，嘿，啊吼，诶，目军师啊，给大雁啊，目啊，伊会晓听吼，嘿，那我即马吼，就是尽量用华语，因为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会听不太懂迄落咱河洛话嘛，好不？可以吗？用华语可以吗？可以，不赞成用华语的举手，没有了吼。好，咱用华语拢会通通啦吼。好，因为咱有迄个高砂族在这边吼，啊，咱爱照顾我们是弱势者嘞，弱势族群嘞吼，啊，甲阮体谅一下啦哈。好，啊，这个吼，这句话是最好的吼。心，你的心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当他为别人跳动的时候。所以我今嘛吼想欢喜啦，我今日想欢喜就是今嘛啦。好，我现在呢，哦。来，希望、啊、我们大家、哦、放轻松。咱即马吼是迄个要唱歌对不？啊，要来听咱迄、那个，大家吼每一个人吼、哦、拢来唱歌吼、哦。啊，如果你会唱，你就跟着大声唱；啊，你不会唱，你就啊听唱，然后吼、哦、慢慢的来跟，好不好？因为这些歌都是咱台湾人吼、哦、很熟悉的歌哦吼、哦。好，我们用音乐来思念我们本土台湾人的往事，以及呢，我们要追寻我们台湾民政府美好的未来。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颗心，都是同心在民政府，所以呢，我开始的时候，我们用那个日语的童谣哈、哦、啊，这是有一个短片哈、哦、啊，如果因为我没有办法用日语打出来，所以我要用那个短片哈、哦、呈现啊，请大家哈、哦、你看好、哦，然后我这个哈、哦、会放至少五次起来哈、哦，给我们大家学。阿丽娜也要看几句哈、哦，我们就跟着唱。好、哦，啊，那北向吼有哼的，也都是很熟悉的哦。嘿，好，啊，这类艺术的是讲吼、哦，手牵手吼、哦、走到郊外很，很高兴吼、哦，好像啊，我们大家都变成可爱的小鸟吼、哦，啊，快乐的歌声吼、哦，引起那个裤子哈、哦，就是鞋子的共鸣哈、哦，啊，晴朗的天空引起鞋子的共鸣。好、哦，啊，第二节他就是说，摘着花插在头上，大家变成了可爱的小白兔，活泼的蹦跳引起鞋子的共鸣。晴朗的天空引起鞋子的共鸣哈、哦、啊，这有两节哦，有两节哈、哦。那我们家来啊、来听、来学、来唱，好不好？来，我们请放。无啊，这也那个放在那边会出来，嘿，这个可以，嘿，日记也找出来哦，嘿，裤子个哪路哈？哦，爹爹，子哪一爹？好，来，开始了。再一次。
来，大家弄摇球哈。你要把它自己当成小鸟，把自己当成小白兔哦，哈。来，咱那个一边来哈，个一边哈，有一好这一次哦，嘿，伊安尼开就开始哦。一个日本人哈，有一个台湾人哈，去日本人因家啦哈，啊，日本人哈，伊讲裤子裤子裤子脱，裤子脱脱裤子脱裤子，哈哈哈！那个台湾人讲，你叫我脱裤子啊？哎，唔对啦，裤子就是鞋呀啦哈，啊，伊个也要讲脱掉嘛哈，脱掉嘛哈，伊讲裤子脱掉，裤子脱掉，安尼，哈哈！啊，来，咱今嘛哈，哎，第二首哈的时候，我要讲的是我在高沙族啊，我公公跟婆婆哈是高沙族，他们现在已经八十几岁哈，我婆婆如果在的话是九十几岁啊。那我刚结婚的时候哈，哇，在农作收成的时候哈，哇，大家都真欢喜，很高兴，都要喝小米酒，大家坐下来收成嘛哈，很高兴就唱歌，唱歌呢，这个我们要学哈 ，Udas 是什么？阿公。对对对，啊，那个 maras 是什么？带，嘿，看，哈，带。那个 yagi 是什么？阿婆，嘿，就阿妈，哈，嘿。Udas maras yagi, udas maras yag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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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udas maras yagi, 哈 ，udas maras yagi, udas maras yag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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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udas maras yagi。哈，有但是嘛，那下去就是讲阿公娶阿妈哦，哈，阿别来，大家坐回来哈，一起来，很高兴哈，大家一起哇，唱歌来聊天哈。然后第二，爷爷是啥物？妈妈，嘿，嘛那是嘛是哈，娶嘛哈，爷爸是啥物？爸爸，嘿，阿妈妈娶爸爸的哈，不是爸爸娶妈妈，因为我唱来唱去哈，爷爷嘛那是爷爸比较好唱嘞。我说爷爸嘛那是爷爷，就好像。搅不过去哈，所以我就把它写呀呀马拉西亚爸，妈妈娶爸爸哈，阿、啊、伯来这会，咱来唱歌安尼哈，
呀呀嘛拉夏哇，呀呀嘛拉夏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呀嘛拉夏哇。哦，阿个知影吼，好，即马第三抓是啥物呢？吉瓦斯，我的名啦吼，吉瓦斯，嘿，足侪人拢有吉瓦斯呢吼，我这个名吼，无很特别啦吼。啊，吉瓦斯是阮先生讲，吉瓦斯这个名真好啦，安尼吼，啊。真安尼安尼，敢若讲，互你就好安尼啦吼，即、这个名真好。好，吉瓦斯马拉夏布，亚布，亚布是啥？叫人叫做亚布无？有哦吼，有个人吼，吉瓦斯马拉夏布，吉瓦斯马拉夏布，啦啦啦啦啦啦啦，吉瓦斯马拉夏布。好，来，今晚我们请前面的来帮我们一起唱哦哈，来，请站起来哈，来来到，谢谢哈，我们到前来，嘿。你是答样的哈，答样的，请出列。嘿，答样的哈，一定会这一首歌哈。You das marasya bu, you das marasya ki, you das marasya ki。呀呀嘛拉夏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呀嘛拉夏巴，吉瓦斯嘛拉夏布，吉瓦斯嘛拉夏布，啦啦啦啦啦啦啦，吉瓦斯嘛拉夏布。谢谢，好。今嘛袂使等伊过来，这就是要他们显现歌手身手的时候啊！哈，这首歌哈是所有的原住民哈。只要他们相聚，他们就很喜欢唱这一首歌，唱出我们的希望。相聚在这个地方，真是不简单。我们能够从好好多万重山哈、哦，来到这个中央党部，中央党部不是中央会馆哈、哦，民政府，我们相聚在这里不简单呢哈、哦。那多少个穷尽累月，我们今天还可以相见。所以哈、哦，刚才那个杨。哑巴喇嘛那小逼哈，那个就是说，很多人都为作者所在很地方来相聚，所以呢，我们就要啊，很高兴唱出我们的希望，这样哈。好，起音来。好，先开始，咿哟音来开，嗨。相聚在这个地方，真是不简单哈、哦！唱较紧的哦，嘿，唱快一点啦、哦！相聚在这个地方，真是不简单。多少个穷尽累月，今天还能再见面。经过了千里迢迢。渡过了万重山，熬过了百般试炼，再次相互面礼。嘿呦
哟嘿，哟嘿，哟咿哟嘿，把我们的理想用歌声唱出来。嘿哟哟嘿哟嘿哟咿哟嘿，把我们的希望分享给每一个人。相聚在这个地方真是不简单，大家一起唱。那早个穷尽累月，今天还能再见面。经过了千里迢迢，渡过了万重山，熬过了百般试炼，今天相互勉励。嘿哟哟嘿哟嘿哟咿哟嘿，把我们的理想用歌声唱出来。嘿哟哟嘿哟嘿哟咿哟嘿，把我们的希望分享给每一个人。哇，嗨，谢谢谢谢。上个礼拜哈，那个连长还有马英九、吴敦义坐直升机在台湾的上空旋转，哎，这个连长就说，哎呀，我这里哈、哦、有一张那个中华民国的新台币，一张一千块，好、哦，我如果从上面把它丢下去，我有一个台湾人捡去会很高兴哦。啊，那个谁，马英九就说，啊，我家有两张五百块，吼、哦，啊，我怎啊垫落去吼，啊，有两个台湾人会足欢喜的，比你加一个。啊，这个啊嘞吴敦义呢，他就说，我这里有十张100块的，吼、哦，我十张。都来得去哦，有十个台湾人哦，会足欢喜的，比你个个加较侪人吼、哦。哎、啊、讲，哎、欸，啊，剩一个啊，未蒙到。哎、欸，这个飞行员，啊你嘞，你的看法安怎？啊，我讲你的三个拢下落去吼、哦，有2000万的台湾人哦，会足欢喜的。好，阿金妈吼，有没有人要讲笑话？我开放给大家吼、哦。不用讲一些你想到的笑话，但是不会太伤害人的吼。好，我们诶、没有的话吼，要接下去唱 Sakura 吼 ，Sakura 就是日语哦吼。啊，想到吼，那会吹这首歌吼，因为这是吼，那是日本人哦，好诶吼，要唱有一点那个学习一点简单的那个 Sakura 的那个日本歌啦。啊，我嘛为着这吼，一直考咧，一直考咧吼，然后练出来安尼吼。那《Sakura Sakura》这首歌哈，伊的意思，我即马诶，稍等咧，咱买迄个看迄短片的是伊的迄个歌词也出来，所以我得无法度哈啊，我即马用迄个简单迄个开水哈解释，用中文来表达哈。他说：“樱花，樱花，开满了原野哈和村庄，只要放眼望去，像是彩霞，像是云彩，在晨光中璀璨。樱花，樱花。”盛开的樱花，樱花，樱花，阳春三月的天空，只要放眼望去，宛如云霞，吐露着芬芳。喂，喂，去赏樱花吧。好，那这个意思是这样哈。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短片的时候，它是完全都是日语哈。啊，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哎 ，PowerPoint， 那这个了解了哈。那等一下就会那个短片出来哈。好，是这个意思哈，来。Sakura。
暂停哈，现在来看一下，咱手上有分有花的哈 ，sakura 哈，这个 sakura 啊，如果你会看日语哈，我们来一起唱哈，一起来唱一次哈 ，sakura sakura no yama mo sato mo。米瓦塔斯卡伊里卡斯米卡库摩卡阿萨伊尼尼奥乌萨库拉萨库拉花盛开。后来，咱今麦来放那个第二个 sakura。好啊，那我们跟着他唱哈。好，一起唱哦，嘿。有那个谱的是第一节，然后再来第二节是第一，它印那个是第二节是第一节的意思，来 Sakura Sakura No yama mo Sato mo Miwa ta到什么花嘛，樱花，樱花盛开的时候那么漂亮，像云彩，像这么漂亮的一个彩霞云霞，然后你就会思念你想要怀念的故人，或是你的朋友，或是远去的亲人，或是你思慕的人。那在那时候 Sakura 樱花树下就有很多当时日本
离开我们台湾的时候，有很多的还没有结婚的情人，他们在 Sakura 樱花树下这么的伤感，因为他们很期待会再有相见的一天，可是因为这样的战争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回去了，就不能再回来见面。这样的一个伤感，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去感受，是因为战争，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离别，让我们去回到历史的当时来思考，好，来思念我们台湾那时候的状况的情景。我们在这里没有人是那个时候的人，哎呦，被高长回啊，才有了哈。那我想，我们稍稍可以从这个《Sakura》这首歌来体会一些当时他们的感伤、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无奈。《Sakura》用花来表达人的感情，那是最美的。我们从花。那这个花实在很奇妙哈，是上帝所创造的。你没有办法去造一朵人造花，然后说好美哦，因为人造花千篇一律，都是赶快那个样子，对不对？嘿，但是真正的 Sakura， 你去把它详细的去观察，哇，它是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这就是上帝的奇妙，让我们哈能够从花哈来学习，实在是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吗？哈，因为。我们上帝给我们花有这么美好，它有这么盛开的那个状况，那我们呢，我们要对我们这个时代要拿出什么样的来让别人怀念呢？福尔摩沙，我们就会想到说福尔摩沙，福尔摩沙，这是葡萄牙语，哦，福尔摩沙，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说是非常美丽的岛屿，Beautiful island， 好，这么美丽的。那 Takasago Rock， 好 ，Takasago 就是那个高沙，哇，那个天皇哈，那个太子哈，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哈，到那个高沙的地方，看到那么美丽的这个巍巍的山脉，这么美好，他说 Takasago， 哈，这个是这么美丽的山脉。所以我们现在用高沙族而没有用原住民，是因为高沙这个意思就是说美丽的山脉，美丽的山脉住着一群美丽的族群，就是高沙族。那福尔摩沙，福尔摩沙，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台湾都抱着期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等啊等啊等啊，我们一直在期待我们台湾有着非常理想的美好的一个国度出现。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思念来唱福尔摩沙，福尔摩沙来唱出我们的梦，我们的爱，好像阿母，阿母叫我们的名，这是台语的话，我们来唱台语的话，游啊游，秀啊秀，永远抱着美丽的梦，福尔摩沙我们的梦，我们的爱，有我们祖先老过的歌，游啊游，秀啊秀，永远抱着美丽的梦，福尔摩沙我们的梦，我们的爱，无怨无悔来期待，游啊游，秀啊秀，永远抱着我们的梦，我们的梦，我们的愿望，就是在期待我们的福尔摩沙的将来，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外在的环境，还是我们台湾人的心灵的内在，我们有非常的一个美丽，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灵更美丽出来，那我们就找对了，我们来到这个台湾民政府就有希望，就有我们的愿望，我们来唱这首歌，大家都会要唱福尔摩沙，我们的爱，我们的梦，我们来听啊。
帮俺的爱，亲像阿母家眷的命，摇啊摇，摇笑啊笑，永远抱着美丽梦。佛摩萨，咱的梦，咱的爱。乌兰祖心老归光，摇啊摇，摇笑啊笑，永远抱着美丽梦。佛摩萨，咱的梦，咱的爱，不完不。笑，永远抱着咱的梦。佛摩萨这么美丽的咱的台湾，咱永远来藏这个愿望，咱绝对会实现咱梦，对不？咱来哈，来继续哈，咱的迄、那个下一首，下一首是对手嘞，来。台湾美丽岛，吼，这是用咱的农村曲，吼，台湾迄、那个农村曲，吼，他后扎着春梦，天色渐渐光，艰苦无人问，行到田中，行到田中。为爸过三顿，过三顿，唔惊残水已冷，生生好，来来唱这个哦，来嗨嗨，台湾美丽岛，风景真正好，树木真青翠。满山有水沟，家亲迎风呼，感谢来领受，来领受，感谢上帝大恩赐。台湾美丽岛，人人最环保。溪水清清流，白鸟落落秋歌。美丽的乡土，应当爱保护，爱保护，才会安居无烦忧。台湾美丽岛。愿心国林高，好音的弹开，新竹人真济，全民当人官，社会无分钱，
享受上帝大恩典。这首歌真好听哈，哎，真好听哈。啊，你来唱中文哈，中华语哦，来再唱一次也可以通的。哇，这个很棒啊，来来去。台湾美丽岛，风景真真好，树木真青翠，满山有水果，四川永丰富，感谢来领受，来领受，感谢上帝大恩慈。台湾美丽岛，人人做环保，溪水清清流，鸟乐唱歌，美丽自乡土，应当爱保护，保护正能安居无烦忧。台湾美丽岛，愿神国领导，福音的传开，信主人真多，全民众人权，社会无纷争，纷争享受上帝一大恩典，好不好听？哇，很棒哈！我们台湾就是这么美，就是这么的可爱，就是这么的值得我们去爱它，去环抱它，去给它秀秀长大。哇，所以呢，各位，我们来到这里的人真是有福气，有福气，对不？啊，福气啦！今嘛吼，要来回想咱的台湾美丽岛。在1947年，台湾是发生什么代志？对，你也唔知影吼。啊，咱哎，回去吼去找资料。吼，1945年吼，迄个国民党吼啊来甲咱台湾，对不？啊，因落飞机啊呐，轻轻空空，轻轻空空落来吼。嘿，哇，这真侪台湾人都期待吼，都期待讲，这诶国民党的国民兵哪会安尼吼？啊，我紧啦，我紧啦，可能吼，因安尼吼，做迄落诶，像安尼真艰苦安尼来，啊，做期待。但是呢，啊，来个这安尼一年四个月了后，就发生什么代志？1947年，吼，1947年2月27日，吼，二二八事件，对。啊，我现在在讲的就是说，吼，咱这里二二八事件有2到3万。台湾的年轻人的精英哦，精英哦，精英是迄个读个真好、真悬的呢，真聪明的呢，有2到3万人失踪，无回去，无回去，吼、哦，这是属实吼。啊，伫迄个基隆大屠杀，吼、哦，有一个人叫做林木奇，这个老先生，吼、哦，伊咧回忆，伊讲我啥那无死，吼、哦，就是安尼，伊讲吼铁丝穿肠，枪杀人民。一见证，因为这个吼，嘿，1945年十月来咱台湾这个人吼，啊呐，因是打败的这个国民党军人呐，来个家人啊呐，欧北俩人啊，欧北俩人哦，随便抓人，那他就在回忆，是把他的手啊，那个手掌用那个铁针的刺过去哦，两个手掌都铁过刺过去哦，好、哦，啊是9个人来串一串，安尼一排，九个人啊，拢总有告白。81个人，吼、哦，好假的吼，迄、哦那个国民，哦，在国那入去迄个基隆港，啊那白高白哦，砰一下就落咧迄个海里面，砰砰砰砰砰，安尼高白呢，好砰甲拢死去吼、哦，啊伊上尾一个林木奇，伊是上尾一个，迄、那个国那吼，迄个国民。国民军吼，变变变是伊嘛唔知讲我变什么人有死无死，伊嘛唔知道。我袂变，我袂变安尼，变到这个林木奇是，伊怎好因拢大家拢死死去，拢拖到落，伊怎是拖落去安尼？啊，伊无变着，吼，啊，伊在咧回忆，伊讲我变落去，我嘛死啊，我可能我会死哦。哎、啊、讲，哎呦，
啊，我落去的时候，那有一个木条吼，伫伊的后壁吼，伫后背啊，给伊扶的。哦，伊讲扶的是伊安那，伊抓趁着那个木条吼，又去岸上，伊抓爬起来，爬起来吼，啊，抓走回去。伊讲哦，安尼我迄命大吼，啊，伊就是伊，所以见证这个基隆大屠杀的真相。吼，啊，伊回去吼，唔敢甲因老婆说呢，这真相伊唔敢讲呢。啥喏？伊讲后摆我若吵架吼，吵架我予伊去外口吼，去讲后摆讲的是我惨啊，对无？会甲我掠去个枪杀安尼吼，伊说唔敢讲，伊惊甲唔敢讲，你知无？各位，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吗？那个当时的情况，那时候的害怕几点？台湾人害怕的，囡仔人有耳无嘴，吼。你那有耳无嘴，你那不小心听到，你袂使讲哦。哎，是这么的恐怖哈、哦、啊！我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哈、哦，我想讲那个想象不出来哈、哦。那实在是真的是台湾人没一个人敢读政治大学，不敢读政治啊！你莫插政治啦，对不对？嘿，以前我们如果有这样子哈、哦，父母亲有跟我们讲的哈、哦，就是说不要去插别政治哈、哦，我们就好好的做生意，好、哦，我们就好好的那个哎照顾哎家庭都好啊，好、哦，莫去插，莫去插。害怕到人人不敢说政治。哇，有一个八堵火车站的副站长，叫做许朝忠。那一年，1947年3月11号，一去上班，一去火车站去上班，一去不回来，被抓。好、哦，哎、啊，至今60多年，因太太就是那艺人许孝顺因阿嬷。安尼经过吼，啊，因阿嬷讲，啊，阮先生就去上班啦，啊，我都一直等啦，啊，奈拢等拢无转来，他的心里完全不相信他先生死掉，伊讲哪有可能，阮先生很好，吼，没有违法，没有去做坏事，无去外国啊，拢无啊，啊，奈无转来，伊哦，伫迄个当时。一来，伊当年3月11日，下晡2:18，伊就去八堵火车站，伫遐咧等尹先生，等甲拢无转来，等下拢无转来，伫遐艰苦心，伫遐八百真凄惨伊个心。哦，咱台湾太安呢，你看，咱即马来想伊个心境，吼，伊个心境。这首歌就是在说梦里早归，梦里早归，我们用大提琴，我们来欣赏这个音乐，以这个大提琴来奏出，跟钢琴合奏。啊，他这首的音乐是你也要来唱，我这有歌词，每日少年你一人，每位得三件，亲像鸳鸯水鸭，吼，哎，不时相随，无疑会来拆分离。吼，牛郎织女因两人年年有相会，怎样你那一去无转脸无回，放煞阮孤单一个。那是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加添阮心内悲哀。你要和我离开那一日，也是月要出来的时，我只好来拜托月娘替我讲予伊知，讲我明日悲伤流目屎，希望你早一日回来。音乐 CD 在放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来唱这一首歌哈。已经少了你一人
出来的是家己愿心来比爱你要爱我离开一起爱心再一次哈，我们用听的就好了哈。咱吼常常听咱的秘书长啊讲，我即马吼这条命已经豁出去了，你们来民政府不要怕，你干啥物？吼，哪要抓吼，我会比你们先被抓。啊，哪会死吼，我是第一。吼，啊，今天很多人哦，包括你和我，我们都唔敢死的吼。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爱台湾。啊，我嘛是真感动吼，咱家有足济的为着台湾民政府吼啊打拼的少年人呢。年轻人呢，吼，你看，因领不多钱哦，可是哦，他们却如此心甘情愿的任劳任怨，吼，有点爱台湾，生命来献给咱台湾，吼。
你是我的生命，这是台语歌啦。啊，我怎样改歌词啦？吼，我要甘愿献乎你吼。咱我代表吼，咱所有的台湾民政府，咱的同心吼，我来唱这首歌吼。啊，第二摆的时候，咱三甲做伙唱吼。我要甘愿献乎你，宝贵的生命，因为我爱咱的乡土，是咱的台湾，为着台湾前途，为着子孙幸福，打拼奋斗，牺牲奉献，一生一世为台湾。到最顶行，台湾是咱的生命，若甘愿献乎你，宝贵的生命。因为我爱咱的乡土，是咱的台湾，为着台湾前途，为着子孙幸福，打拼奋斗，牺牲奉献，一生一世为台湾。打拼奋斗做顶行，台湾是咱的生命。台湾民政府就将要执政一个全然清新、美善的国度，已经来临，将来临，就是已经实现，但是还没完全实现。好、哦，就是咱每一个人都跃跃欲试，引颈审判，我们要耐心等候苹果成熟时。哎，这秘书长跟人讲哈，今麦是青苹果，来等个。成熟苹果成熟时，自然就执政，对不？嘿、hey, ，要耐心哦。好、哦，啊，你是否愿意借着你将这一对翅膀、眼睛，还有诗歌，你心中的歌，来继续传承下去吗？来，愿意哈、哦？来，咱这边来听这首歌，哈、哦，来听这里送你这对翅膀，哈、哦。看到有一只麻雀落在地，看它的生命是已到尽头。我跪下将它捧在手心，它轻声地对我说：“朋友。”送给你一场归
沙地，小麻雀生命正开始起步。小麻雀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我轻轻将它捧在手心中，我微笑对它说：“孩子。”再次，这只麻雀生命将要到尽头，但是它却愿意将它的翅膀、它的眼睛、它欢欣的歌送给我们。学习看世上的美事，美丽的、美善的事情。在学习翱翔在海的那边，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我见你有只麻雀在沙地，小麻雀生命正开始起步。我轻轻将它捧在手心中，我微笑对它说。Thank you.
所以我在这里也对你们年轻人说，孩子不要怕，我们要越过最高的山，我们要来看最美的事，我们要欢心来等待我们民政府将会实现。我们大家要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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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的一个图书馆的门口，它就出现很多的名言来鼓励读哈佛大学的这些人。那我把它录了两节哈，第一节哈，就是说这个时刻啊，你如果在打盹，你在度孤哈，在图书馆来度孤哦哈，你哈只是做一个梦，你做一个好梦哎，流口水哦哈。但是如果你现在努力努力读书 ，study study hard study 哈，你呢将在解析你的梦，哎，就是你的梦会实现，你现在正在进行中，哈。所以各位年轻人，我们要勇敢的起来学习，来为民政府来学习，不要停顿。我们现在正是要学习的时刻，好不好？哈，学习哦。啊，第二句就是怎样，我方会的今日正是昨日陨身之人的所祈求的明日。你今天哪没做事情，哪没读书，哪没学什么东西，那吼昨死去的人他就是要期待这么美好的明日，我没有办法了。今日你如果方会了，就是那个昨天不是的人他所祈求的明天。各位多么的要抓住这样的一个珍惜这样的一个时间哈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还活着，我们就要很感谢。哇，真的，我今天我一定要学习到什么，对吧？嘿，我要学习到什么事情？我要记得，我回去以后，我要开始有我的目标哈来努力哈。每天每天，你至少要做一件美善的事情。每天每天你就要学一些事情，哎，英文啊，学年轻人哦，英语哈，嘿，将来的世界就是英语的天下哈、哦，所以呢，我们大家不要怕。有一句话说什么？哎，不怕太迟，只怕你不开始；不怕太迟，只怕你不开始。任何事情都不会说我老了，哎，我不能学了，就是不怕你太迟啦。只怕你什么不开始啊，哎呀、啊、你不开始啊，啊民政府你不来啊，对不？所以呢你来就有希望了。我们就是用这样来期待我们未来，真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非常喜乐喜悦的一个未来。齁，那我们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越过非常的不好爬的高山峻岭，我们要穿越无际的汪洋。你要永远不放弃，虽然前面很难过、欸、哎呦，我做那上面哎，唔得爱读书册，哎个爱练那个电脑呢，吼，哎，我不要嘞，不要怕，不要怕，饿的喝啊，对不？嘿，啊叫恁孙啊，给你教，吼，啊无的叫恁囝给你教，对不？嘿，啊你不要放弃，永不放弃，吼，因为我们有一位上帝，他深深的爱着我们。所以你永远不要放弃，因为你还有今天，你还有生命还活着的时候，安来感谢，好不好？来，我们来听这首音乐哈，哎，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我们继续朝着我们的目标来前进。发射滚滚江河，总需翻越高山峻岭，总需穿越无际汪洋，你要永不放弃，永不永不放弃，永不永不忘记，有一位主他深深爱你，请你不要放弃。
去弘扬，你要永不放弃，永不永不放弃，永不永不放弃，有一位主他深深爱你，你要永不放弃，永不永远不要放弃我们的台湾。我们的台湾之所以这么的被天佑，台湾吼是迄、那个美国，伊都是吼爱保护咱台湾啦，对不？所以我们台湾就是这样的，非常的被保护到，吼。所以今仔是上帝吼听咱台湾吼这样的保护我们，天佑台湾，好，我们让。咱来看这个歌词哈，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哈，徛伫太平洋的西方，然后西方哈，咱来读一个歌词看卖啊哈，咱这回来读哦，嘿，预备，嗨，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徛伫太平洋西方，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爱待伫遮的生团。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徛伫天甲地当中，有日甲月，有天星来作伴，行过风雨袂孤单。虽然历尽风霜，受尽吞打，但是春风吹又徛。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我会勇敢徛伫遮。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是我心爱的国家。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是我心爱的国家。来，请咱来用短片，好，阿兰智慧来唱哈。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徛伫太平咱即马这个时间吼，一个有15分吼，咱中立
有甲咱交代吼，甲我交代讲，咱手诶有另外一张，就是一个迄个台湾军歌吼，啊诶，啊即马因为吼有这个迄个，有好来，咱即马来看吼来听，啊来做伙唱吼，啊会晓唱啊唱啊大声嘞嘿。台湾国，永远都是台湾。
심화가을보질르네심화로시름에도같이오르노감히산이마시시오비야노名残を受けて蓬莱に膝を立てしになるの守りは我ら台湾軍アーゲンとして台湾軍这个曲调、这个歌啊以前非常流行啊，很久都没有听到，就是去年的时阵啊，咱去日本啊，第二天去靖国神社，第三天咱去这个众议会加参议会，啊，然后去东京市议会，啊，去东京市议会时哦，咱人还未到时，迄、那个三个议员就伫遐放这个台湾军这个歌。啊，足济人吼、也要唱，啊，什么哪行哪唱入去，吼、哦、啊所以吼、哦，参日本人大家唱做伙，迄、那个气氛就足好个安尼。啊，因为咱今年要去的时阵吼、希望讲两百个人拢会当唱这个歌。咱希望今年去的时吼、较正式的，比去年吼、较严肃，吼、这个七八七九的时候，两百个要伫个十二月二十。吼、哦，十二月七八七九，吼、哦，加两百个，要有一个集会伫这个所在。啊，咱希望十二月二十去遐，而迄天，该先是先去二十迄天先去这个靖国神社来演练嘛，吼、哦，瑞好所。啊，而迄天可能就参众议员做会。啊，而迄天可能再去这个也是昆仑进家。二三去迄个天后迄个科桥去皇居吼、哦、啊，然后希望讲这边咱出门的时阵，就按照过去古早的例，吼、哦、大日本帝国的例，第一阶段离开福特路的时阵，咱就要整队，吼、哦、啊，然后向国旗，咱的民进国旗、日本旗、啊美国旗爱行礼，行礼了吼，才迄个。大家大声来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咱要唤起日本魂呐，吼、哦、吼、哦、啊！然后才唱这个日本国歌，唱了先才“天皇陛下万岁”三声，然后才唱这个台湾军，或者是搁唱一个加一个这个乌米尤卡吧。啊，乌米尤卡吧，即摆要不看破吼、哦、啊！这个台湾军真是个有破。乌米卡巴是真地瓜啊！乌米卡巴意思是讲，太平洋战争的时候，要出战的时阵，迄、那个大家立下这个誓言吼、誓言安尼吼，讲有去无回就对啦，决心要为这个大日本帝国来奉献家己，这款的精神，咱用这个物件要来唤起日本的国魂，吼、哦，唔通搁再烂落去安尼。咱是希望照这个程序来进行，所以最重要就是台湾军这条歌，要把咱台湾人的精神提出来。哦，那有去去年，那有去这个亚斯昆仑进家就知，咱入去到第一声讲要剩点半钟，啊，咱的主席伊讲哈，咱的主席讲啊，都大家真辛苦啦吼，昨来吼，啊，都安尼行程这尼啊。真错吼，啊！大家拢忝无，他个会提点心来啊，下一杯茶，吼、哦。啊，我想讲这时间足宝贵嘞，吼、哦。所以我来讲，是不是请主席趁这个机会，因为你足喊你回来吼，喊回来台湾，甲大家勉励，请这个机会讲三分钟到五分钟的话，来甲大家勉励一下呢。因为我要讲啥？我等于都有捌演讲过，都讲过啊！吼，要讲啥物啊？呢，我看你想要讲啥就讲啥，三分钟就好。讲三分钟，你讲中央，我就去请副主席啊。啊，副主席讲了先，等下这里咱何顾问，吼、哦，啊何顾问讲了先，就一直刷落去。啊，然后中间就差有一本人来，
哦，啊，这帮人来讲，因足感动的，因为咱拢无乱，咱坐150人足整齐，拢无乱去，吼、哦，爱心。当然，我嘛请咱的黄慧英啦，吼，客户吼，是话解说讲，伊这摊这个代志，就讲去日本这件代志的时候，伊做啥物安排啊呢？过来，所以其实咱的迄、那个一个尼姑，上尾是雅虎过来叫我讲，啊，咱迄尼姑，我煞袂记你名，叫歹势。阿姨吼，足感慨，用伊阿公就待伫这个所在，用细汉就听阿公英雄的事迹，真少年这个亲人，但是拢唔知有这个代志，吼、哦，未当来，国民党拢不爱和咱来，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所在，伊讲我出家人是未使念目屎，但我讲讲伫遮长久的时间，靠中华民国安尼压制。阿伯，阿生活足困苦，阿怀念我阿公，今日才来到这所，我足感慨，哦，底下哭出来，哇，真古的会场啊呢，足比咱这比较快的会场啊呢，场来场外，大家拢足肃穆的。当然，两个日本的迄、那个这个前辈来的时候，是总代，前总代90几岁啊，伊嘛讲我足感性的，因为600万出征啊，太平洋战争600万出征啊。等来300万年年啦，因为伊是会当活落去的时候，等下甲日本足感慨，怎啊挑你讲到靖国神社边啊买厝住咧，逐工都来巡，逐工都来，甲只英灵吼参拜默祷，啊，所以渐渐说怎啊变做代表啊，变做总代就是讲，总代就是讲，这个靖国神社会长就对了。伊讲足感慨，讲咱虽然是一流的军队，但是咱无石油啊，咱无石油安尼输去啊，啊嘛无想讲美军的武器很先进啊，南征北讨拢这样，但拄着美军的海军陆战队，武器遮精良，训练的遮好，啊，佮加上咱无石油啦，咱空军无多支援啦，全部都塞到位啦。安尼才落败就对了，足感慨，伊足感慨啊！第二，现代状态，伊是讲，伊伫战争的末期的时，接受训练才17、18岁囡仔尔呢，已经拍死、拍算讲要为大日本帝国来赴死就对了。但正当准备要出征的时呐，战争结束，因为两粒原子弹落来。就战争结束安尼，嘛足足感慨。咱所有人讲到尾仔时，因这两个差来讲的时，两三个差来讲的时，最后是雅虎，咱苏老师的先生，那一届高将军雅虎，足感心的，足感心的。咱雅虎，咱高沙族，住伫区的政府的主席，伊讲啥？伊麦克牙起讲。今日我来当来到这个所在，我呢足悲伤，足感慨，因为阮妈妈的丈夫伫这个所在，待伫这个所在，正是伫这个所在咧奉拜。阮妈妈、阮老爸、我的生爸，嘛是个正是嘛是待伫这个所在。我有两个亲人伫这个所在，我自细拢袂当去遮来，阮妈妈千辛万苦，把阮遮囡仔饲大汉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伊足感慨啊！伊讲到尾泪目屎啊！规定大家，不管是咱台湾、咱本土台湾人的代表、保护的人，或者是日本人，拢在擦目屎，拢在擦目屎。时间已经过差不多1点钟，搁在50分的时，伊伫1点钟50分的时，伊讲这个话。全场爆以热烈的掌声，足感慨，大家拢足感慨。万叹讲是安，咱日本遮强啦，战输啦。最后我讲10分钟，我讲的话啊，互遐日本人头啊拢累累，因咱台湾精神伫迄个所在完全展现出来，但因足软高高的。我讲吼，阮民政府
充分了解到台湾正常的国际地位是啥物。阮甲日本是绝对，就是讲血甲血，血溶于水，血溶于是血哦，血溶于水这里、個，唔是水啦，就讲血液甲血液相通啊。我讲你对去呢？我五万年前，咱的先住民。咱原住民就来到这所，咱的古刷族来到这所在，然后刷起来日本的，咱老拢同款的血液个，迄个个。但是日本人才有看到讲咱台湾现实是伫这个所在咧受苦受难无，所以咱希望讲日本甲台湾会当加强这个交流，来结合起来先咧，对北海道、甲新南、群岛、甲南海，整个这个长的所在拢是大日本帝国的所在。大家一定要加强认真打拼，吼、哦，来防卫一个咱西太平洋，来防止共产党势力侵入这个太平洋啊！我讲起来十分钟啊，十二分钟啊，当然有翻译。我用台湾话讲，啊，有一个留学生，伫日本伫土台东京地带读册留学生，伫遐住二十冬。伊来翻译做日本，大家足嘛足感慨，足甘心。啊，后来是咱孙立上主席甲讲，哇，啊、你讲安尼是足好啊，但是吼、哦，本人听了唔知安怎，唔知安尼，唔、啊、知有啥物，是毋是会当回？是毋是会当回？甲讲，哇，啊，若讲啊遮硬安尼，那就因无较拍拼袂使啊。我就是要我的话讲出来，要回灌入伊个脑海里底，回每一个人听到人讲，哇，咱说比台湾人较差呢，哈、啊，百外人来到这所在，精神真好。所以，搁刷落去的时候，咱两三天的行程哦，足侪人对咱行啦，遐侪人日本人对咱行。咱去皇居的时候，咧分传单的时候哦，嘛足侪老一辈，吼、哦，啊个伫整个新社。甲咱小组的人哦，拢真甲咱帮忙啊！咱的机啊，无一支落伫涂骹，无一支去弹伫垃圾桶的。但咱离开这个房子的时候，日本机足侪人讲，赢，怎啊弹到垃圾桶怎啊走？啊，咱的机啊，因捡起来，吼、哦，然后人弹伊就捡起来，哎，鞋啊，甲挂到啥？挂到街路边啊！咱的台湾机挂到街路边，这面机你看偌水啦！这面机你看日本机甲咱的机来讲，这个机啊是未单调呢，日本机就单调。因为伊红个呢，你要看比较上大日本帝国旗比咱个较单调，啊，所以咱个旗啊吼水嘛，爱怎吼，足侪插伫路边个啦，啊，插路边甚至吼，甚至行伫街路行两三支安尼，行两三支去坐路安尼行安尼行，一支啊，啊一支就无人赢啊。所以吼，咱旧年吼决战东京是一个足成功个即个行动，咱希望今年去绝对唔漏开，吼、哦。今年我相信吼、哦，咱所得到的成果会比去年较丰富。感谢大家，谢谢。谢谢 Kelly。今日各位先请坐。